请问那个印好了吗？印好的，赶快给我们啊！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哦。那再继续休息十分钟，请大家赶快印过来给大家。我们开始开会哈，我想各委员都有拿到那个民进党的修正条文哈。那我很质疑，我想请民进党的委员也看一下哈，你们的说明栏的第二项写，我们的法案里面把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几个字写在里面，合适吗？我知道他照原名里的，我们要把我们在我们的立法里面，我们一直不承认，大家在各自表述，结果我们把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几个字摆在我们立法院的
对啊，没说明书里面，这有一些奇怪的、欸啊。这个是 没什么，我是认为没什么问题的哈。但是我是建议说哈，这个现行条文跟说明这个部分可以拿掉了，哦，就用这个修正条文的意见处理的时候，就处理修正条文的意见就好了。哎，说明里面的那个现行条文跟说明都拿掉了。我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啦，哦，这个确实有一个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第十七条，承认啦，但是我觉得我在中华民国台湾这块土地上，我就是不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在立法院的文书里面记载。如果立法院的文书里面记载，我觉得，对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嗯，没有没有啊，我们你说明哪边放进去是？这本文没处理的，对啊。啊，不过迄个，阮对于那个修正条文，迄个第五项下大陆地区人民因种族、宗教、国籍，阮对国籍这两个字觉得不是这么恰当，有意见呢。那我们的你们的这个版本里，这个条文，你处理的这个要照这边来。对啊，安尼我照行政院的这版本呐、啊。陆委会主委，你认为说把大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这里可以吗？那个主席啊，主席啊，那个我们现行条文跟说明栏哈、哦，这个拿掉就文字就是修正条文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哎。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来，林立场委员，我还是坚持配合我们行政院版的第三项，就是我们大陆地区人民以就是我们的那个陆配的部分，就是以三年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边能同意去改的话，我觉得后面才能去增加。所谓的既有国民义务，我们刚刚有谈到这块是一并考量。哈，林金妈把我们就是你们要的就加进去，我们姐妹要的所谓的人权、所谓的平等，就通通都没有了。我觉得对我们新住民来讲很不公平。第二个，其实这个版本刚刚移民署跟陆委会也有很多想法，其实你们连自己的行政部门都没有沟通好，都只会欺负我们新住民。今天根本没有讨论，哎、欸，不要乱扣帽子啊！在两岸处理，哎、欸，来，主席，我有意见。因为你都通过这个，我们今天在处理两岸，在处理两岸，根本连一句谈到新住民都没有套狼欺负，你就突然蹦出这一句来，哇、哦，就是这个帽子大了、哦。没有，因为前面的这个帽子就大了，没有，啊，不然，不啊，不然你讲到你啊，那远哦。他这里来那个李进伟，不要不懂乱讲。来，主席，我们对新住民都是非常的尊重啊，非常的支持啊。来，主席，我们既然哦，大家坐在这里讨论条文，就应该心平气和来讨论。我们现在提出修正意见，就是我们的主张嘛。那我们的主张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刚刚主委也说你们说明的非常清楚了，今天只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事实上没有横平的解决，实质平等的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嘛，因为涉及国际法，涉及其他的法规嘛。那只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看、哦、我们认为说，你如果纯粹，刚才主委也说明的非常清楚，纯粹把六改四，只有达到一件事情，就是取得选举权嘛，目的只有这样。现在并没有任何的限制他的居留的时候，他的相关的权益跟工作权跟健保都没有限制到啊。唯一的差别在哪里？这是我们归属感跟认同感，对台湾的归属感跟认同感才是我们取得身份证最重要的目的。对，所以现在重要的是你们有你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就来处理嘛。啊，这个不是讨论的目的吗？那为什么就要扣人家帽子呢？这个不是讨论的目的吗？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就在讨论什么时候提到新住民了。刚才立场委员讲的，其实哦，这个我们居留证跟身份证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不是说居留有你有居留证一样可以工作，一样都没有问题，而是这是一个安定与认同感的问题。就像你未婚结婚未婚好了，然后你孩子都生了。
你一样可以工作啊，可是问题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不是只是投票这个问题而已。另外，你在公职人员要考试的时候，这个也是身份证的问题啊。这真的是一个归属感、认同感。是，谢谢。我们今天在讨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是我们礼拜三要讨论的国籍法，其实在国外都用移民法来处理。在美国也同样的条件，就是说移民法里面它也有非常多的限制，它并没有说一定要让你有归属感，一定身份证要给你。这个各国对于移民的处理，我们现在最需要就是我们新政府对整个移民我们到底怎么处理，要有一个新的态度。那所以今天我们反对只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六改四这么简单，这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选举而已嘛，就是这么简单嘛。那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话，花了这么多时间讨论，那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就处理就好，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戴别人的帽子？哦，那为什么我们主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只修这样？我们认为没有办法和平嘛？那这个怎么叫做欺负新住民呢？所以非常清楚，这个在条文上处理，各有各的意见就表达嘛，那最后再来处理嘛，就是如此而已嘛。审查法案，大家不要互相扣帽子了哈。其实司马昭之心，大家都知道，大家想的是什么啦？大家都司马昭之心啦。那其实也不是为了选举啦，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说，陆配跟外配到底怎么样衡平，所以我们也在我们那个有提了几个主决议出来了哈。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包括有几位委员，民进党委员也支持，结果现在写出来这个东西哈，就跟前面又有的很大的一个距离。那我觉得法案是可以讨论的。那如果说，对啊，你因为林立场委员讲的没错啊，因为他就是他最大今天的主张，最重要的是就是六改四的问题嘛。那你们的修正动议里面不但没有六改四，然后又加了一下更严格的东西下去，那当然他就有主张嘛，对不对？你把人家第四款又加进去，然后又不给人家六改四，那当然人家有意见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哈没关系啦，我觉得大家只要面对，然后把案子提出来，那看怎么样。我觉得表决输了就输了，那表决过了就过了，就是这样啊。那个委员嘿，审查那个再找并案审查再协商了，好不好？不要用表，那是要用表决吗？我没有要用表决、啊，谁要用表决？我没有说要表决，说表决输了就输了。我没有要表决，我以为说哇塞，那现在又要开始、啊、那这样子好不好？那个议员，你的临时提案那个修正动议拿出来，赶快现在拿出来，就把那几个字改一改。那我想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们议员，你把难民的部分也把它写上去，因为难民的部分我们还是支持的。你把一部分那个我们国那个国籍的部分，我们把它拿掉。其实也没。那个主席啊，我提一个程序的动议啦啊，因为你不管是难民的问题啊，它也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整体的这个容量啊，跟整个包括整个安置的一个机制嘛，我们上次就有讲嘛。那你难民要解决，刚刚这个主委也讲到嘛，你难民法的相关的这个修正会联动到说我们对于大陆地区的这个难民的一些处理嘛，这个很多团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案啊，所以相关的你包括这一个两岸人民关系的第十七条跟难民法跟出入国移民法，主席啊，这三个法你本来就是要配套修，我也都赞成这三个法要配套修、啊、所以你应该是这个案两岸人民关系的第十七条，我的建议是留在我们委员会再继续审议，你等难民法那个行政院的版本送来，难民法也好或者出入国移民法再配套大家来做审议嘛，你不是说你今天在这里你要去做决定啊，这个也不是我们的意见啊，那你真的要意见，你真的要大家有争议的这个案件哦，大家还没有共识这个案件你就留在委员会啊，我们也希望赶快审难民法、啊、那就赶快排啊。来，那个我想今天已经审议了，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审议的这个程序了。
那现在那个我们的修正动议拿出来。那个主席，我会不会再发言一下？好、哦、好，因为看起来主席是有意要继续审议处理下去，所以会待会可能会有两个动议，也不一定会表决了哈、哦。所以在处理之前，我还是要再次的说明一下说，其实我们真的会很希望，而且我们也看得出来，新政府有意要彻底的把国际法、移民法，乃至于难民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做了一个完全横平性的处理。而这个处理，因为它知识体大，它非常多的细节，它没有办法在短短的这个会期的剩下不多的时间里面来去做这样的处理。那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黄昭顺昭伟对于我们大陆的配偶六改四的殷切期盼，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处理下去，它其实到最后的结果，动用表决或什么的，我们很不愿意让他到最后只是流于说好像又是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所以我还是最后规劝说，可不可以让这样的争议法案先暂停一下，然后让整个国籍法、移民法、难民法全部我们要求新政府尽快送出一个完整配套的版本，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而不是说拿着过去旧政府留下的资料，然后我们两党又在这边 PK， 三党 PK， 四党大混战，这点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当然，如果我尊重你的处理，如果真的一定要处理，我们当然表决甚至记名，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要负责任没有错。但是我们只能说，把任何现在这样子不成熟版本送出去的，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希望的其实只是希望能够更周延的讨论。谢谢。主席，我是不是可以也讲一下，好不好？主席啊，各位委员哈，我想我的看法其实跟赵委员差不多了哈，其实我认为这个移民的整个政策，其实看来还大家还有很多的争议。那新政府其实上来也就一个多月而已了哈，其实看来其实从陆委会到这个内政部哈，看来整个还有很多需要做一些整个内部在整个做一些横平上的处理。那包括两岸关系其实本来就很复杂了哈，这是大家都了解很现实的问题，很复杂。所以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用这么短的时间哈，新政府我认为应该给他再多一点点时间。好，让主委、让部长再整理思考一下。那我认为这个法在出委员会的时候会比较完整一点，那也有利于后面的处理。啊，如果今天在还没有我觉得大家还没有那么高的共识的时候，这样的处理的话，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一些纷争啦。我认为对两岸关系、对台湾现在的状况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以上建议给主席跟各委员参考哈，谢谢。我有深深的感慨，民进党的委员会会主导所有的议事过程。话讲的冠冕堂皇，好，如果我支持你们的意见，行政院要担起责任。那我现在讲一件事情，我们的转型正义条例是属于总统，请总统委托行政院提一个版本出来，结果都由委员提版本，大家搞得迷迷糊糊。不当那个政党不当财产条例，主管机关是行政院，他里面吊败就是你请他拿一个法案出来，我们要请他拿法案出来，你们都在反对，都不同意，怎么样？所以你不要讲自己的对，我只举两个例子出来，可以。如果今天要用这样会议讨论这样的逼格态度，表面争议，其实在议事技巧里面一直在逼格，这个是需要多重的讨论。
哦，你有难民法什么法？来，我觉得那个资转条例就总统府在主持的，他拿一个条例出来如何做才好。不但调查条例是行政院在管理的，他们来，那全部所有法案停下来，等新的政府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好不好？暗面加阴，你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你们要反对都有各种理由，你们阴谋伎俩，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啦。所以主席啊，如果这样子，我建议，当然我们很担心他这样的主角表面的态度，我是真哦支持支持，但是他要的平等条件，我们也要要求那个那个什么不当党产管理条例是由行政院在负责，全他拿出版本，还有那个转型正义的是吧，是由总统府在负责的。那个委员会也请总统府拿出版本，大家一起讨论。安尼来，拢严掉。哦，不，先让我别看。来了，陈委员，请坐。我先让我别看。我跟你讲，我无恁民进党安尼搞砍头，我就会点点嘛恁。你一砍砍恁够有够红的。够红的好比。讲合理的，然后就针对法案来讲。我跟你讲，安尼啦，表面是我支持给中国大陆看，其实在拉后脚啊。现在不敢讲反中了嘛。哦，以前讲到的就是卖台，红中必反，啊，就我们卖台，你们爱台湾，卖起来台湾那个主席，我们做这样，对不？你们同意不？无，我跟你讲，等三个月你就知影厉害。这个但是那个部分讲的全部都不对。来，那个你哪有对？张瑞雄委员，现在我在发言，请你尊重一下好吗？我的对也啊。我今天恭维嘛，哈，因为陈委员刚刚讲的，包括转型正义条例或者什么不当党产等等，如果要重新再来，对不起，不是我们这个委员会，也不是我能够处理的。这个部分大概要再把柯总召像早上这样子把他找过来，因为协商的事情不是我们委员会可以做决定。那我在这里还是跟委员会做报告，我也不希望表决，但是我要把很多的我们的状况把大家跟大家说清楚。第一个，我们从6月1号开始谈难民法的时候，就说一个月以内要把这个部分弄好。那今天已经是6月27号，那其实我们包括国籍法、包括移民法，我本来是在今天的议程里面都放进去，但是我担心今天其实我也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啦，怎样讲你会搞不起出的，所以我就跟那个议事组说，我们摆到礼拜三，我们看今天的进度长怎样之后，我们再来做决定。那么现在有大概有一个是民进党的修正条文哈，两个是国民党的跟那个陈怡杰委员的修正条文。那我也不希望用表决的方式，我是不是？具体跟大家做建议，我们就两案三个案子并存，然后我们送协商。我们委员会都没有共识，怎么送协商呢？委员会一定要共识，对这个委员会，我们委员会有没有共识？其实我们以前都很多了哈，包括说这个案子送出去了以后，我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几乎是很少有共识。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们一定要表决，那我们就表决，我觉得也 OK 啦，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表决的，大家各自表态，让自己的案子呈现给国人知道，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嘛，这个本来民主运作就是这样嘛。主席，我可以发言一下吗？哎，主席，我可以发言。对，我们今天讨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7条，本来就针对这个，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也讲过。人民殷殷期待，就是国会改革要有新的，但在委员会都没有共识，什么都交给协商，这不是人民最痛恨的吗？那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主席怎么处理，或是主席不处理，我们都没有意见。那我们刚刚赵委员也好，赖委员也好，都建议说继续留在委员会继续讨论而已嘛。哦，那所以这个这么清楚，那看主席怎么处理嘛。继续留在我，其实这个跟早上的动议是一样的。你们现在的处理就是唯一要，我们已经进行到这边都已经处理完了。我们已经让看到说啊，继续放在委员会讨论，这样都不行。哎，我来讲，哎，你
委员，我很钦佩你为民进党这样坚持这样讲话，但是你在坚持中，我希望有一点弹性。如果以不当调查，你们恶劣的态度到怎样的态度？你们表面之力，你们人都来表决，我白跟你讲下去。今天我们主席讲出来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同的共识里面，我们取得共识不同的版本送到啊、哦、那个党团去协商一下子。这把我们丢阿麦标怪，哎呀，阿你没标怪，昨天标怪，不得给那个好不好？哈、哦，下面问死不悔改。你们法家湾，你们哈、哦、选前台湾，选后转弯，你们都不好意思讲，还个僵着嘞，啊，别跟你吵啊哈！实在讲，要一两把功夫，啊，你的选前台湾，啊，选后转弯，啊，个别跟其他民众讲啊，我是一流的啊。其实我本来就很认真讨论啦。嗯嗯，我讲的拢是对的，刘华。律师出身的时候都是，哎、欸啊，不能讲。等一下讲到律师的时候，都是在法庭讲假话的啊。哦，那你讲啊，嗯，没有了，再问共姐，问共姐，问共姐啦，问共姐。没关系，没有，因为表，嘿，阮站一票拢无人。在法庭讲话，讲假话了，我们都听到了啦。阮站一票拢无人要吵我们。对啊，翁清明动马修理的不是，因为就是没有共识，所以我才建议说是不是要去协商啦、啊？因为这样子大家都没有要让步的意思啊，啊，一直耗在这里。委员会就在协商啊。没有啊，我不认了，从头到尾两个都是国民两党各唱各的调啊。你有发言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是共识外配跟陆配要有标准一致，大家都有共识。可是你谈到这里，他也不让，你也不让。来了，我们提了一个程序的动力了，那个主席啊，车车没有共识的时候就送协商的共识啊，啊，现在就在协商啊，看一下会议状态，协商。那我们现在哈来，我也没有说要表决啊，来各位，我们现在就在协商，你还要跟他们协商。我现在来处理哈，我们现在有三个修正动议，我们照按照这三个修正动议，我提了一个程序的动力嘛，你要先处理程序动力啊，我先处理我的程序动力啊。陈委员，你不要从早上到现在都司马昭之心。你早上在这里，你要选市长，你就去选市长，你不要每天来找我来吵架，不要乱扯了，对不对？没有道理，我跟你讲。不要乱扯。做修正动议，三个动议都出来了。因为你按照要处理修正动议嘛。好，我们现在继续哈，因为有三个修正动议。现在在协商，我们继续什么？我们就我先处理我的程序的动议嘛。来。处理人家程序动议嘛，你要处理程序动议啊。先处理吧，啊，另外两个协商案我们也可以，另外两个修正动议。你要先处理程序动议啊，你再去洗头啦。我跟你讲，你先处理程序动议嘛，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在这里。有真相，抱歉，你今天早上上这有没有去洗头？是司马，你上这有没有去洗头？我告诉委员会，你上次有没有去洗头？什么事？我跟你讲，我要去哪里？你剛剛上去楼上开会，我要去哪里？我都不用告诉你，我告诉我自己的心里，对不对？没有道理是这样子。你们从早上就闹到现在，你们还要再闹什么？司马昭真心不敢审查，就说不敢审查，在这里讲东讲西干什么？露出马脚，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三个修正动议哈，你搞意识形态，我们现在有三个修正动议啊，我们主席我跟你抗议啊，主席我跟你抗议啊，你主持会议到现在全部都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哪有这样子的啦？今天哎，谁在发泄、啊？你在主持会，你想什么情绪？当然要选市长。啊，你有你要当选，我那边可以啊，你算，你全部都谈你的情绪嘛。请宣读三个修正动议，请宣读。给大家按照议事规则来嘛。六人提出。黄伯华掉，伯华掉，拢立啦，拢立啦。哎，主席啊，啊，你修正动议嘛，印了党诶。自为大陆地区人民。因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属于特定社会团体，或持特定政治意见，离开大陆地区或其原居国，且有充分正当理由，恐惧受迫害之具体事实及立即危险，或因该恐惧而不愿返回该国者，得向内政部申请难民认定，其申请难民之方法、程序等事项准用难民法相关规定。第六项
第四增列第四款，具备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现行法第四款修正改列为第五款，增订第其下一项，文字为第六项第四款锁定具备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其认定测试、免试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标准，由内政部定之，其余均照由美女委员修正，由美女委员提案。委员黄昭顺等五人提出修正动议，第十七条第三项修正为经依第一项规定许可在台湾地区，好，延长时间等处理完再处理。好，依心居留连续三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者，得申请长期居留。第五项第一款修正为在台湾地区居留满一定期间。第六项增订第六项文字为前项第一款锁定居留满一定期间如下：一、依第三项规定申请者为居留满一年且居住335日以上，或连续居留满二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或连续居留满五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二、依第四项规定申请者为连续居留满二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第七项，倒数第二项修正为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均许可在台湾地区团聚、依心居留或长期居留者，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一、团聚期间每年居住183日以上者，得申请转换并计为依心居留期间；二、依心居留满三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者，得申请长期居留，经许可长期居留满一年且居住335日以上，或连续居留满二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或连续居留满三年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得申请定居；三、其依心居留逾三年期间每年居住183日以上者，得申请转换并计为长期居留期间，并依前款规定申请定居；四、经许可长期居留者，得依前款规定申请转换并计长期居留期间，并依前二款规定申请定居。最末一项据首修正为前条及第一项至第五项及前项有关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条件。委员黄昭顺等四人提案，提出修正动议，第十七条第五项第三款修正为提出丧失原籍证明，但经政治考量专案许可长期居留者不在此限。第八项修正为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预期居留、停留居留或未经许可入境者，在台湾地区停留居留期间，不得依前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及前项及第四项有关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或文化之考量，专案许可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之规定提出申请。第九项修正为经依第四项规定政治考量专案许可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之大陆地区人民，其未经许可入境之行为免予追诉处罚。第十项修正为前条及第一项至第五项有关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条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销或废止许可，对申请政治考量专案长期停居留
于停留期间之初审、停留之限制、指定申请人停住居所、暂予安置、协助、照顾、权益保障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同有关机关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宣读完毕。宣读，您没关系，先宣读啊，宣读再印给大家哈。刚才已经印一次了，宣读临时提案。那一名，这里有几个错字，弄一下。委员黄昭顺等六人提出临时提案。我国现行国籍法中对于外籍配偶规划需财力证明之规定，其实就是一项歧视的做法，认定外配来台皆为经济弱势或必定有假结婚疑虑。若我国真正要落实反歧视精神，就应一并修法删除，让所有外配未来规划时都不需减负财力证明，使陆配与外配规范一致，彰显我国针对外籍配偶。在处理条文，你怎么在念临时提案呢？不再有，我们现在在处理条文啊，你处理完再来处理临时提案啊。证明优待就要，那哪有现在在宣读呢？期限必须延长，建请行政院基于族群平等、反阶级歧视之立场，支持国籍法中删除外配规划需财力证明之相关规范。宣读完毕。还有另外一个临时提案印，还要多久可以印啊？好，那现在。先处理我们的那个，现在有一个那个民进党提的，来，请先读。委员赵天麟等九人提案，提请依议事规则第35条规定，本案采用点名表决。宣读完毕。那个，程序东西，来，主席，会议询问，不好意思哦，那个程序问题啦。现在有三个修正动议。那有三个临时提案，那我们到底要处理哪一个？修正动议要先处理完，才可以处理临时提案。来，那而且、啊、来，主席，我还没讲完哦，拜托哦。这个修正动议，这个下面有一个正575这一页，这一页基本上跟什么一样？跟行政院的版本提的一模一样啊。这个有什么修正动议呢？那第二个，那国民党这个575还有下面正569，这为什么一个政党对同一个条文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呢、啊？那到底国民党我想这两个版本很清楚哈，一个是属于难民法的部分，一个是属于我们就来处理嘛。你如果要我想我们会一同处理。主席，你如果三个修正动议要处理，你就先处理我们的程序动议嘛。那照议事规则要这样嘛。我们刚才提了一个程序动议啊。主席，那个我们有个程序动议，你是不是丢掉了？程序动议要先处理啊。我们是会务人员，你提醒一下找主席，可能他把它弄不见还怎么样？欸、我们有提一个程序动议在那里、欸，程序动议处理啊。我想这个程序动议跟今天早上柯建铭总召来这里处理的是一样的事情。我想如果说民进党程序动议本来就随时都可以提啊，早上对不对？柯总召来这里完，大家还有疑虑嘛？哈、哦，那你们去把柯总召再找来嘛。没有理由说这个是司马昭的司马，大家都还有疑虑嘛？对啊，要求继续再审查。那所以来那个我们党团去把柯总召再找来。我觉得是柯，你们每一次协商的沟，每一次协商的结论都不按照协商来处理。协商结论是要审议，协商可能是协商的结论是说，那我们已经讨论择期在行，你们连边进行的修正动议都拿出来，连点名的表决都拿出来了，然后我们不处理，那我们要求。我们要求主席一样照程序处理，一样照程序处理。啊，被哥又滚啦！你照程序处理啊！真生气啦！没有人这样的啦！不要这样两面的说话啦！不开都不开啦！啊，无安尼代志啦！无照程序，今麦个协商问题啊！要表决啦，为什么？下晡来表决啦！假成本断表决，你们又不要？不要了，不要了！我刚就说要表决啦。你们要问，下晡再来表嘞。没下晡啦，真得当表决啦，无什么得当表决嘞。为什么程序的问题？今天早上柯总召已经来这里处理过了，而且处理的情形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审查。而且柯总召主席不要这样乱闹啦，议事规则处理要处理，照议事规则来。几十分钟。我怎么了呀？
好，我无阿在跟你打嘴，你哪里吼气压压力啊？没有，把你们稍微吼、哦、啊撩拨一下子，嗨。哎哎、欸欸，经理啊，因那个协商的条文呐、啊，我跟你讲啊，折期在审，哎、欸，对的，哇。那个议事人员请发便当哈，我们今天有叫便当，然后我们因为如果加连同吃饭的时间哈，我们再加20分钟上去哈。啊，请这个诶，把柯总召进来。
那个科委，哎、欸，总召这个点名表决要用吗？他是拿另外那一张了。啊？这要点名，你不是讲这要退堂？要不要给我？哎呀，好好，那我们继续开会哈。那我们有三个修正动议撤回。我们现在有三个修正动议哈。那有一个修正动议，我想我们撤回哈。那第三案我们撤回。我们现在先表决第一案。这边。这是国民党的。国民党先表决哈。好，这个。这是国民党的吗？好。那你没有弄错哈。好。五千名吗？好。我们现在就记名表决。那请议事人员点名表决哈。那请议事人员哈。那我们先表决第一案，那就是行政院的版本做了一点点修正。的这个版本已经发在各位委员的手上，那我们现在点名表决，来，本人的提案，本人就是黄昭顺了，正五六，六有正五六，对，来唱名表决，来开始唱名表决，十几个。人数处理好了吗？来，那点好了吗？点名哈。十二人吗？不含主席。那还有谁不在场？有谁不在？十二人没关系，就开始点。嘿，来。请主席。来。一个一个赞成反对。赞成修正第一案的，我们按名字来哈。姚文智委员。赞成还是反对？反对。反对。李进义委员。反对。庄瑞雄委员。反对。赵天麟委员。对。古老师不在吗？对。哦，古老师在哈，反对。然后，陈其迈委员。再来是赵天麟委员。问过了哈。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不在哈。好，洪忠义委员，好，吴其明委员，告敌耶，哦，底下哈，好，来再来哈，陈超明委员，赞成，徐增卫委员，杨正武委员，林立场委员，赞成，陈怡杰委员，赞成，没有，他不在。我现在还是要通知他一下，因为他刚才一直好。那本人赞成，我赞成。可否同数再起行？好，我还是要投票，我要表态啊。赞成四票。好，没关系，输不要紧了。意思表示可以的。我可以意思表示啊，当然可以啊，我是提案人，我是提案人，当然可以投票啊。来修正那表决结果，我先不表决结果哈。在场委员人数十二人，赞成委员四位，反对委员八位，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哈。来，那第二案现在请表决修正动议第二案，民进党团的提案，对，民进党的，来，我们一样点名表决哈。民进党的，姚文智委员，赞成，陈其迈委员，庄瑞雄委员，赵天麟委员，古拉斯委员，赖瑞龙委员不在哈。洪忠义委员，吴其明委员，来再来，陈超明委员，徐增卫委员，杨正武委员，林立场委员，陈怡杰委员，
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好，那来，那阿姨的结论好吧？刚我们要会议结束的结论呢？刚才那份结论呢？送协商的那份吗？在场十二，赞成的四八位了，哎、四位了，八位了，八。同意的八了，同意的八，赞成的八，对啊，反对的四了。后面有一个案子，总是不通过。哎，赞成者通过了。赞成的多数。在场委员人数十二人，赞成委员八人，反对委员四人。不要紧啦，无差啦，哈、哦，无差啦，无即马陈怡姐来嘛，是爱去点讲一下。你要留记录，我刚刚要留记录，他们都有意见。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案通过哈、哦。那赖瑞荣委员在表决后有表态支持，安内也塞吗？好、哦、啊，陈怡姐委员来了，你看我就料到了。好、哦，那两个案子，你们两个案子都让你们做记录啦。好、哦，好、哦，还是要我想不要重新表决，这样子不好哈。哦就是两个案子都一样，把赖瑞荣跟刚才那公报记录会列入，刚才那个案子也要给他列入啊。刚才前面那个先告公报就有。那刚才那个案子，赖瑞荣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第一案，第一案你支持哈，好谢谢哈。赖瑞荣第一案支持，陈怡姐也支持嘛哈，好。赖瑞荣第一案是支持的，陈怡姐委员也支持的，对不起，公支持。第一案是支持吗？啊、哦、好，好，我们还是列入记录了哈、哦。好，没有，因为他问第一案，他刚刚说支持了。好，没关系哈、哦，我们一样让大家补记录哈、哦。好，然后再来，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毕，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需经党团协商，请推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陈吉迈好不好？为什么要请陈吉迈？我是主席呢。请黄昭顺委员在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好。现在处理，好，好，这 OK 了哈。现在处理两个临时提案，请宣读。有一个已经念完了，第二个案还没有宣读哈。委员古拉斯等五人提案，为附赠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于现行法制下确保原住民族生活需求，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及内政部于期程内研议修正相关法令。一，请内政部盘点相关土地分区管制、建物管制之规定。针对全国原住民族地区部落，研议针对原住民族之需求放宽管制，并于三个月内提出研析意见。二，请内政部就尔后之土地国土法、划法、国土计划法、海岸管理法及湿地保育法之相关计划时，应纳入原住民族之特殊需求。三，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原住民狩猎需求，提出原住民狩猎文化之论述，从速配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修正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及基于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并于六个月内完成修正。四，请原住民族委员会盘点原住民采集森林林产物之需求，从速配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订定森林法第十五条第四项之法规命令，并于六个月内完成订定。五，请原住民族委员会盘点原住民使用猎具之需求、规格、种类、内容及其所抵触之相关法令，并于九个月内提出研析报告。六，请原住民族委员会着手研议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并于二个月内简送上开二草案过去研拟草案相关协商记录。七，请原住民族委员会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条之同意权事项，确实负起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办法第三条第二项所定之职权，并修正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办法附件第一点第二项规定，
经中央或地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酌后再送报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认定之繁复程序，另于一周内简送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条争议事项审议小组过去审议记录。宣读完毕。嗯，你跟进去嘛，而且容易了，是吧？那不要紧了，不要紧了，进去喝。好，好，那个现在有两个临时提案哈。那柯总召刚才做了一点点文字的修正，我想第一案哈，就是建请行政院那个研议，就是国际法的财力证明，我想各位也没有意见嘛哈。那我们就通过哈，修正通过。那第二个案子，第二个案子是古拉斯委员的提案，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那刚才那个柯总召来说，大家现在心情不太好，所以下午说大家不想要开会了。后天再战。后天再战，那大家同意吗？你们有同意吗？同意哈。下午还要再开会。本来下午是要开会的。欢迎留下来，喝多了自己留。好，那大家如果下午想要培养一点战力的话，那我们就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散会啊，谢谢大家，谢谢。